安顺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在接下来的两集里，我会带大家一起坐船看候鸟和萤火虫。这一集我们先看一下安顺的市井。
顺位于马来西亚的霹雳州，是霹雳州的第三大城市，仅次于怡保和太平，人口大概是120万，也是一个旅游景点。安顺经济发展属多元化，农业以种植棕油、水果为主，渔业及小型造船业也发达。